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首提变更议程之动议。首先，我们先来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提议之内容，请宣读。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次会议拟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七次会议报告事项第四十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七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九案及第十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及第二案。原列讨论事项依序排列，详如附件，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首提之内容有没有异议？啊，好，反对。那么啊，我们现在按铃七分钟啊，请我们的现场的人员分发我们的表决卡给每一个委员。
请问在场的委员，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表决卡？哦，都有表决卡哦。还没有拿到吗？啊，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表决卡？好。好，那么跟院会报告，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啊，先做测试表决。我们来做测试表决啊。那么，好，好，谢谢大家，请回座啊、哦！好，请回座，我们要来做表决的测试啊。好，谢谢大家，请回座啊、哦，请回座，啊，请回座，我们要来做测试表决，要来做测试表决啊、哦，因为我们从来都还没有表决过啊、哦，那蛮多的，好，好，请各党团啊，请各党团，请回座啊、哦，请回座。请回座，我们要做测试表决啊、哦。那么我们蛮多新任的委员第一次使用表决器，我们为了让啊、这个程序比较顺畅，避免发生错误啊、哦，引起大家的争议，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使用测试啊、哦。来，请各位委员。请各位委员将表决卡插入表决器里面。表决卡插入表决器，啊、哦，请现在各位人现在将表决卡插入表决器。那么表决的时候，各位委员，大家要先按出席键啊、哦，先按出席键，再按。赞成、反对或弃权啊、哦。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测试表决啊、哦，开始测试表决。各位委员，请将你们的啊、这个表决卡哦插入表决器，我们要来测试啊、哦，要来测试啊、哦。好，现在测试表决开始。赞成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这个是测试表决啊、哦，测试表决，赞成按赞成，反对者按反对，弃权按弃权。时间一分钟。
向院会报告啊，现在出席65位委员，赞成61位，反对2位，弃权2位。啊，表决的结果，测试表决的结果啊，测试表决哦，测试表决哦，不是正式表决啊。好，那么对测试表决，大家都啊习惯了啊，都知道怎么使用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处理本案啊。那么要进入表决之前，民主进步党立院党团依本院议事规则第35条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本案采取记名表决，所以我们这个案啊，我们就用记名表决啊。那么，我们现在是处理啊，刚才民进党党团针对就是这一次本次会拟请变更议程的案啊，所以是民主进步党的提案啊。那么，如果各位委员对表决器的使用没有问题的话，现在开始正式处理民主进步党党团变更议程动议，请先按出席键。那么赞成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好，我们表决的时间已到。那么现在我们来宣告表决的结果啊，出席69人，赞成69人，反对0，弃权0，赞成者多数。那么我们做一下宣告，本院国民党党团，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报告事项第40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对吧？对，提出复议案。对，那这个是民进党、国民党。这个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对对对，这两个都是他们的复议。但是我是国民党党团还是民进党？这个是国民党所提的复议案。对对 对, 对，所以要去照这个国民党。对对对对对。那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报告事项第9案及第10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
增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及第二案，原列议案顺序依序排列。好，谢谢大家。那么报告院会，现在时间已经超过12点，因为国民党党团变更议程动议约200案，所以我们上午的会议进行到此，下午20:30继续开会，继续处理变更议程动议。现在休息。